本地创作哈，魏许鹏杰而写的这一首歌，演唱者就是许鹏杰，在歌唱比赛这首歌是和林立玛合制的哈，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《传说中的龙》。仰望古老的东方，回忆儿时的故乡，随风奔向母亲的长江，掀起了千年的浪。仰望古老的东方，诉说着往事惆怅，离开故乡漂在他乡，守住这梦想心怎说。红尘起烟灰，好江河流水依然在延续，不见烟的花烟，河畔汹涌藏在心中。浩瀚的天空，追寻那永恒不灭的梦。啊，传说中的龙，中华民族的英雄，无论何时都有着同样的梦。儿时的故乡，随风奔向母亲的长江，掀起了千年的浪。仰望古老的东方，诉说着往事惆怅，离开故乡漂在他乡，守住这梦想今怎说。红尘起烟灰，江河流水依然在延续，不见烟的花烟，天空追寻那永恒不灭的梦。啊，传说中的龙，中华民族的英雄，不论何时都有着同样的梦。啊，传说中的龙，甚至浩瀚
定的天空，只是那有可不必的风。传说中的龙，中华民族的英雄，不论何时都有着同样的梦。谢谢大姐你，谢谢小姐，谢谢市长。一年有梦无问题，谢谢你哈，感谢你哈，祝你呢啊，就是呢家庭安康哈，啊幸福美满。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，开啊，哦啊。谢谢啊，一年有梦无问题。好，谢谢啊，我们这位的小姐的花啊，那听过这一首歌啊，《传说中的龙》啊，这首歌如果呢啊喜欢歌唱比赛的朋友，这首歌你们一定要拿来唱，或者是拿来练，是因为呢这首歌是啊我们的制作老师啊所特别的。精选或者是为我而打造的这首传说中的龙，这首歌你要怎么拉都没问题，觉得你气够你就拉，如果你不够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是 free bar 的哈。所以呢，这首歌如果呢能够拉越长的话哈，我们呢如果在歌唱比赛的话是非常非常可以容易拿分数的哈。所以这首歌就是传说中的龙哈。好，那么 CK 大哥啊，我的专辑是我要一个个下去卖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要是这样子吗？到底一个个拿下去了吗？还是有人帮忙了吗？啊，有吗？还是我介绍一下怎么样？有啦，啊好，那我带来了这是我的第二张，我的第四张跟我的最新专辑第五张啊。那如果你们要许鹏杰的专辑的话，不妨的话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啊。谢谢你哈，我们的 CE 老师可以帮忙拿回去吗？谢谢。